战神》。这个前面讲到孔子跟人家谈话的时候，对于怪力乱神呐，人家问到这些事情呢，孔子大概不多讲，但是有时候会讲的。这个各位看。297页的，最后这一行，最后这一行是什么呢？是那个刘伯南的《论语正义》里面讲，他引用啊古时候的书传里面讲。这个提的不止一处了，很多地方啊。他说，夫子辨木石、水土、诸怪，翻到后面298页，即方风石。古节专居之属，皆是因人之问而答之。这个就说明了孔夫子啊，跟人家问的时候啊，人家问这个问题呀，孔夫子并不是说完全不讲啊。也有时候也会答复人家了，但是后面讲，此所答的呢，当为研究博物而然，是用来研究啊博物。博物就是我们人对于世间的很多。古时候传下来的，现代的这个这些事情，要了解他的这个这些事啊，那不是普通人明了的，这要专门学术，也专门研究那些专家，他才了解。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台湾看到，有这个在台北那时候有博，有省立博物馆，在台中现在有科学博物馆，那么在这个台北还有故宫博物院，这里的博物很多啊。研究这是要是专门学问的，那刘伯南在《论语正义》里面这一章啊，他就提出来了，比如说孔夫子研究这个辨别木石、水土这些怪物，都研究的，人家问他就给人家答复的。这个，比如说，在这个《史记》是司马迁写的，孔子世家里就记载，那时候鲁国，那个。季桓子，就季氏家里啊，如果有三家卿大夫掌权的，掌权最重的就是季氏啊。季桓子，他呢呀，
在那个在一个井里面挖出一个土罐子，土叫土釜啊，那个团子土罐子，里面是奇怪，有一只羊在里面。那个金皇子这个人呢，他就叫人去问孔子，他说：“我这个在地下这个井里面挖出一个土罐子，土罐里面有一只狗在里面，这是怎么回事情啊？”这个金皇子这个人是很坏，傲慢自大，他会想问问孔子知道不知道。孔子就说啊，据我所知啊，这不是狗啊，是羊啊。为什么呢？山上出的这个怪物王良，水里是出的怪物是那种龙啊，那种不是普通的龙，那个陆地上出的这个变态的一种怪物是羊，不是狗。哦，结果这个机会一天就服了，真是心里服了。这是一桩事情，再一桩事情，这里面后面讲的防风室的孤节专车，那时候那个吴家吴王啊来打这个越国的时候，把越国打败了，在越国的首都啊，那叫会稽山，会稽山那时候是越王的首都，他毁了这个首都。那么这个回来这个首都的时候啊，这个得了一个人的一个骨头啊，人的骨头，你看不管是什么样，这个高大的身体骨头也不过是有一定的长度嘛，他这个骨头啊发现出来多么大呢？一节，只有一节的骨头啊，叫骨节。这骨头一节，专车就是啊，用一部车子放下去。它古代的车子多么长，我们也搞不清楚啊。但是那是一定是很长的了，他一节骨头啊放在车子就有车子那么长那么大，可见的这个骨头是不是普通人的骨头了。那吴王就派个人去请教孔子，问孔子，说世间人的骨头啊，什么样的人物的骨头最大了？孔夫子就跟他讲得很清楚，这不是普通人的，这在夏禹王时代，他在会稽山呢，来召集天下诸侯各国的国君呢，到会稽山这个地方来集会，那是禹王是
是天子了。有一个防风师，他是一个国君，他傲慢违抗天子命令，来得很慢，大家都天下各国的诸侯都到齐了，他最后他才来。那结果禹王就把这个人杀了，杀了以后就是这个叫陈师啊示众。后来这个防风师啊骨头就这么大，可以装车。孔子答复他，这是古时候防风师的骨头，不是普通人的。那么这个吴王的这个派的人呢、啊、除了这个问题以外还问了很多问题，孔子一个一个都把他解释得清清楚楚。最后那个人呢、啊、心里也服了啊，真是圣人呐、啊！像类似这些事情，人家来问孔子，要跟他解答，这有两个意义。像季桓子来问，那是傲慢心太重了。看见是个羊，他平时是狗，他来试探试探。那孔夫子就把他解释清楚啊，在学术上面就，你这样傲慢是，我就用这学术，用我的知识，折服你。啊，这个要解答的。在吴王问那个骨头，那吴王的确不知道。这个大骨头哪来的呀、啊、他真是不知道。他问，那真正不知道就要跟他解释。那么这个学术啊，为了研究学术，研究博物，那么就是要解答的。为什么要解答呢？圣人到世间来呀，都是要教化众生的。教化众生，遇见刚强难化的，尤其是在学术界，在这个政权上有势力的人，都是傲慢自大的呀。孔子不拿着一个真学问来答复他，就折服不了他。有点看起来，我们要行菩萨道，我们要把这个佛法，把儒家的学问能够弘扬出去，大家不求学不行啊。你不懂那一点物理知识，你要跟那些得到物理学的这个那个诺贝尔奖金的人，他听你的。最理想的他是物理学专家，你虽然没到他那个程度，你对物理学你不能外行啊，你要了解啊。他是得到化学的诺贝尔奖金的人，你虽然没有到那个程度，你对化学也不能外行啊。所以世间一切的学术，都要有个，不能说是那么学一个专家，但是你要有所涉猎，广泛的要知道。过去学宫就是告诉我们，
生在精神之下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你有时间啊都要看一看。这个与我们最有切身关系的，你要除了佛法儒学之必须要研究的，那另外两种呢，一个是法律法学，你要懂得，你不懂得法学的话，你自己在法律上不能保护自己啊，做的事情呢，受到人家祸害，你不知道啊。一个是医学固然我们有了病当然要请这个医师来治疗了，但是你懂得医学了，可以自己防范，自己在饮食起居行为上自己好好预防啊，一些生活起居饮食那样正常的运作了，可以防范很多的疾病的，特别在心理方面。一个人无论如何要修着心平气和，这是讲医学最高的这个道理。他老人家说，你这个两门学问呢，你要有明了一点点，其余的你有时间学得越多越好。这个时候你要弘扬中国儒家的学术，弘扬佛法，你才能把世间的学术能够接得上，世间那些专家呢，你才能够把它接引过来，不然你去跟他去讲法、讲学、讲儒学了，他叫你先听听他的，他才不听你的呢。所以这些道理呀，你真正要发心，要把儒家的这个成就圣人的这个学问，儒家也能了生死、了生脱死的这种学问传播出去，教化人家，那你对于世间的学问呢，要能够多学就尽量多学啊，给多方面接引啊。遇见那些傲慢自大、刚强难化的人，你就用这些学术来折服他。虽然这么说，图腾在说话的时候，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孔子对于怪力乱神的不讲，讲的就是传播这些事情呢，叫人家学坏了。这一点我们读了这一章，要从这些个道理去研究。现在就看298页这一章，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三人行，古人注解呀，有不同的，举出两种注解做个代表。一种
就像这个三人行行路啊，走路叫行路啊，这是朱子，朱子在这个《论语集注》里面就讲，这个，比如说三个人一起在那里走路，其中两个人呢、啊，一个是善的，一个是恶的，我是其中之一。我什么呢？我是啊，跟那个善人学，恶人呢，我不去跟他学。这是朱子的讲法，在这个集结合样的注解，合样注解里面呢，这个说我们三个人行，本无闲余啊，择其择善从之，不择不善就改之。根据刘伯南的《论语正义》解释，何晏的注解啊，他这个行字啊，言行的行，言行的行呢，是说三个人的言行啊，不是用二分法，一个是善的，一个是恶的，这三个人每一个人他有时候言语行为是善的，有时候言语行为是恶的，就是说不能是哪一位他是这个善的这一方面我就跟他学，不善的这方面呢我就这个不跟他学，改之。这两种讲法，这个我们老师对这两种讲法认为啊，何样的注解符合孔子讲的话，为什么呢？你说一个人呢，他这一生到了坏人就一直在坏人坏做坏事情，做坏人吗？也不尽然。善人呢，他没到圣人地位，也没到贤人地位，他这一生当中做一些善事，也有做一些不善的事情啊，也有啊。不以人为标准，以他的言行为标准，专就言行方面来做取舍，三人行当中其中一人是我，另外两个人我看这两个人呢，他的是讲的是善言，合乎我圣贤的言语，那我就采取啊，跟他学。他的行为待人接物的行为都是善的，那我跟他学。如果他有时候啊，
他说这句话就是对人不好啊，那我就不要跟他学做的事情呢，妨害别人对人不好，我也不要学，就是完全以这个言行的善恶来做取舍。这个好处在哪里呢？过去学工讲，人没到圣贤的那个境界呀，你不能求全责备呀。你要求一个普通人，他这一生当中都是善事，或是把这个恶人呐，这一生当中都是坏人，都是恶事，这种两分法不合理的。你比如说古代那些曹操，那公认的这些不好了，但是曹操在他一生当中还做了一些不少的善事情啊。所以这个一个人呢，我们待人呢，尤其我们现在学道的人呢，就是根据他的言语行为好，我就跟他学；不好，我就不跟他学。这个符合孔夫子讲的这一章经。那在今日来说，我们看对于一般学道的人，总归起来讲，学道的人呢，究竟比不学道的人呢，善的事情、善的行为、言语总要多一点，难免他还没有学道学的程度还早嘛，难免还有做了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要认为他有了损人利己的事情呢，我们一直反对他，反对到底。他其中也有一些可取的地方。同样的呢，这个人是很行为很好，说的都是合乎道理的，他做的这个做的事情，身体所表现出来的待人的都是好，很好，但是偶尔也有些不好啊，我们也知道不好的地方，我们也知道，不去跟他学。那么这张经是我们这样的来选择古人的注解，就比较合理。那么最后还有一种注解，就是说黄侃书里面，黄侃书是解释这个集解的了。他说这个三人间有善的呀，善人呢我跟他学，恶人呢做的恶事情呢我要改之，在欺不善的而改之。他的改制就是说，要把这个其中一个人有不善的事情呢，我要想办法把它改过来。这个呢，学工也讲了，这个出发点也很好了，
即使三人前当然是朋友了，朋友之道，看见朋友有过失犯罪的事情，当然要劝他改啊，希望他啊改善。但是学宫也提醒，这个交情要论深浅呢，深交可以，你可以规劝他改过，他有做罪恶的事情一种倾向，你要想办法把他纠正过来。但是对于深交啊，可以这么做，浅交不可以。浅交啊，交情不深的呀，你要改正他，不但改不过来，而且跟他结了怨了，这是要注意了。所以这一条啊，这个讲法我们可以做参考，不能跟着学。要学的话，也只能对老朋友、对于深交的人才可以这么做。再下面这个299页了，子曰：“天生得与与，环颓其如与何？”这个孔子讲。先把这一章那个事情啊，先要明了一下。根据司马迁写的《史记》，孔子世家，就这样记载的，在鲁国的。鲁定公14年的时候，孔子啊到了陈国，然后啊在鲁哀公5年的时候，孔子啊到了宋国。到了宋国，孔夫子带着他的弟子啊，在宋国的一棵大树下面，在这个沿袭这个礼啊。孔子到处带着学生，到处随便到哪就是学习呀、教学生啊，在宋国那个一棵大树之下，在那里演习这个礼，就礼乐的礼。宋国有一个，有一个叫。司马相颓，相是方向的相，颓就是叫环颓。相颓为什么叫环颓呢？是宋桓公的后代，所以又成了他的环颓。这个人呢不好，他有这个是一个好犯上作乱的一个人。孔子在这里演礼的时候，桓公这个桓颓呀，就要杀害孔子。桓公这个桓颓这个人的力量也很大。孔子在个树下演礼呀、
他就要把这个树要拔起来，要拔了这个这一棵树。孔夫子有弟子要准备要跟他抵抗，不准他拔树，孔子不许可，就阻止他的学生不要跟他抵抗。为什么呢？这个地方是他们的，是宋国的，我们是客人到这个来啊，他不管怎么样不好，我们让他，让是让，这种恶人还头，这种他还是要杀害孔子的。所以在孟子里面就记载，孔子为父而故松啊，为父就是换衣服，然后就离开了，带着学生啊离开了，就避免这一场杀身之祸。换衣服就脱了险呢、啊嗯、这个儒家的经典，儒家注解就到此为止。你要真正想想看，人家那个要杀害你的这个人，这么接近了，你要逃离现场也不那么容易的、啊、换衣服他认不出来吗？认得出来。但是在儒家的这个注解经书里面，到此为止。按照佛法来讲，没有神通不行的、啊，有神通变化才行呢、啊。所以这是孔子在这里，你看，圣人他有他的，遇到再危险艰难的时候，他都能够化险为夷。那么这事实我们了解了。孔子在这个时候就说了，天生得于雨啊，天把这个得了，雨就是孔子称呼自己，当我的讲，天生的雨，就是说我天赋的就有这个德，天生的就我本有这个德了、这个德我们现在学佛知道啊，德有命，有这个修德，有性德了。修德是多做了很多善事情啊，舍己为人，做了些仁慈的事情，这个德一天一天那个累积起来的，就修德。有了修德才开发这个性德，性德是本性上起的，本有的。性德本有的话，那为什么还要修德呢？孔子讲礼，礼就礼让啊，自己的权利，自己任何的这个好东西，都能让出去啊。一般人这种这个财务权利，他肯让吗？不肯让。
但是这些东西啊，有这些东西在，而且都执着这些东西不肯放弃，那个性德就开发不出来。性德上面呢，意思也好，这财宝、政治的权力一点都安不上。相反的，沾上一点的财物和政治权力啊，就把性德掩盖起来了。所以孔子的学说叫礼啊，要礼让啊。孔子所谓祖述尧舜的，尧舜的天下都让出去啊，让的最彻底。这个修德愈多，修德愈多啊，性德愈能开发出来。孔子在这讲天生德愈，天生的就是本有的，本有这个德，我本有这个性德，这个性德了，没有生老病死。像桓退这样的人来杀害啊，他杀害不了，顶多把我的身体杀了，我这个德他杀害不了。不但这个性德杀害不了，只要我这个性德在起作用，有这个性德，他想杀害我身体也杀害不了。所以说天生德于鱼，环退岂如鱼何？他能够把我怎么样啊？他能杀到我吗？这是这张那个最重要的意义啊。我们学了这一章，要了解我们处在到人世间来学佛的人知道，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得了人生最重要的要是要明心见性啊。这叫儒学，儒学就是要开发自己的性德。所以《礼记·大学篇》里面就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明德是性德，明明德是因为我们人不了解自己有性德，所以要加个名字，要开发自己的明德。你要开发自己明德，你教化人家，琢磨自己在哪里开发，你怎么开发？你要在这世间做了很多对天下苍生有利益的事情啊，特别在教化上面呢，你要教，一方面自己也学，一方面自己要教人家，那就要勤勉呢。那么这是叫修德。我们在今日之下看见孔夫子遇到那种马上就见到有杀身之祸就要来了，孔夫子毫不畏惧的，他有信心。换推没办法，杀害不了他。那我们学了这一章经书，我们今天之下又在学儒学，学论语，又学佛。佛家讲的真如本性，儒家讲的这个啊，就孔子讲这个德，曾子讲的明德，
孔子孙子那个侄子讲的那个天命之谓心理性，跟佛家的真如本性没有两样，一回事情。我们知道这个性以后，我们人人本有的，我们在人世间看见那些一切是啊，那些这个暴乱的事情啊，危险艰难的事情，我们固然不也害怕，看见人世间，尤其现代人都讲的功利主义，都是讲要如何升官如何发财，我们呢不要跟他学，有信心，我们本性上呢什么都有啊。在这一章经里面，我们要得到这种启发，有这样的知见，我们在坛子上学道啊，才能了生死，才能成圣人的。那个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